这还没开箱，这你的，这你的，你是福鼎的，福鼎的，你福鼎哪里的？开西吴阳山的。你是吴阳山的？嗯。我的天呐，这掰成这样了，干嘛啊？荒野的，给你泡的这个。荒野的？嗯。啊？这给我泡。荒野的。整个给我泡。那是呀。啊？那我每个老板来，你真大方。拿去，你哎，没有这么多。哎，你这为什么这么多？这么哎，那你哎，银针哎，哎，你这茶怎么这样的？送梅啊？自己的山上。哦，我懂了，知道吧？荒野的，然后一年采一次，对，就银针、寿眉、牡丹一起压了。对，你聪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福鼎待了11年了，大姐。你是哪里的？我山西吴阳山。吴阳山，哦哟，吴少威呢是吧？吴少威、吴少芳，类似。吴博，类似。啊，类似。吴志旺，嗯啊，吴月斌，都是你们村的吧？是吧？都隔壁的。哎，能不能泡？能泡，能泡。掰了，不要紧吧？这个给你掰，不要紧吧？这个可以。啊，掰了，掰了，掰了。哦，磨一点呢，你放心好了嘞。不要帮我。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我这个整个是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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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这个拿去。够了，这个银针给你，这个银针送给你。哦。全部荒野料，去年的。荒石真花，去年的。春料。去年春料。嗯，里面都是一口的。你够狠的啊！啊。嗯。啊。漂亮哈。是荒野料，是荒野料。啊，什么卖什么价格呢？卖什么价格？便宜几十块钱，95。哦吼吼。95块钱叫几十块钱，很便宜。九十五叫小100了，几十块钱，30-50块钱叫几十块钱，大姐，哎，几十块钱。说几十块钱。哦，你那说法跟哥不一样，我这里90几、80几叫小100，我跟你说几十块钱说的是30-50块钱叫几十块钱，几十块钱50块钱帮你拿了，你说几十块钱吗？50块有这么好的茶吗？有几箱今天？有几箱？我就3箱带来。三箱全拿走，55。哎，55。你不要卖的，卖不了。这么好的原料，荒野的，老板。嘿。这个全部荒野。茶是可以的，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料用的很呐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自己的山。你再好，它还是寿眉。那我是靠寿眉卖的。但对啊，它再好还是寿眉。寿眉你要卖90几块，什么概念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和福鼎去卖，福鼎好卖。我跟你说，我去年在福鼎待2个月，寿眉饼卖了8万多饼，我都没有卖过90几块价格。八万饼也没卖过90几块价格。你跟我说90几块，你开玩笑啊？啊，大姐，55帮你带走3件。55只带不了，这个全部你看，哦，你全部真嘞，全部银针嘞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这银针再多，它还是寿眉，大姐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是你懒，是吧？山菜走爬一次压，我跟你说，你每天哦，今天爬3小时去采银针，采完再回来，再去采牡丹，再采回来，那你多赚点钱呢？你一年就采一次呢？你说银针、牡丹、寿眉压一块了，你还能咋地？那就是寿眉，是吧？我又不能叫它银针、寿眉、牡丹饼，是吧？要不你先去价格到位，你反正加一块，不会卖的，你先去喝，喝了好喝，你再来加。这么自信的？对。啊？茶就是好呗，你把这茶给你开了。哦哟，我跟你说，你就用这种料啊，你骗了多少人啊？啊！不骗的，我原料放在这里。我知道呢，我一开玩笑呢。啊、我的意思是，多少人被里面的银针、牡丹、寿眉迷惑了？哦，你还卖90几？你其实想多卖点价格呢，我也不知道你的小心思。哦，脑袋瓜这么灵的。我在我老家是买100多块一饼的。少来啊！我去喝看，喝喝看，喝喝看。哦，在我这里没有用。哦，在我这里没有用。买吧。哦，在我这里这套路没有用。拿捏的死死的，啊，来来来，哇、哦，这个大花年纪够大了，这个、大花年纪够大了，开了3轮车，啊，来，我去泡泡看，泡泡看，哦，泡泡看，哇、哦，这个大姐最起码80几，啊，这个80几，开着小车滴滴滴，哎呦，可以，这个泡泡，哦，你看这泡泡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牛逼的泡泡，啊，你看没有，它的茶道很像什么？这茶汤是吧，像牡丹吧，它一点都不像寿眉吧，寿眉就没有这样的茶汤的，寿眉的颜色要来的浓得多，所以其实很简单，嫩度高了它颜色就是好。哎，这茶有点意思，我闻闻看，哎，好香，我打开，我跟你说，茶香的人都长寿啊、哦、你看老奶奶80几了，开着3轮车，嗯，对，那真厉害，哦，可以，花果香好明显，哎，这有很强的花果香，嗯、哦、而且有一点蜜在转化了，有点意思，哎，有点意思，这茶好，哎，好闻，哎，好好闻，花果香好明显，哦哟，花果香带蜜，来，哎，有一点蜜香，有一点蜜香出来的，它这个蜜香就是银针转化出来的，啊，银针才会出，
啊，白毫银针才会说毫香蜜韵，这是人蜜韵，有点意思。而且呢，奶香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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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打光看一下，你打光看一下，这个就能见识了，这个就特别能证明，你看没？它嫩度高不高？你看七八九号，嗯，里面全都是毫。所以我跟你说它嫩度真的高，哦，宋梅你是老叶是没有毫的，你看没有，是不是牙上才有毫，哦，哎，有点意思啊，哦，这才有点意思，搞哎，可以搞哎，我跟你说这个里面大概1/5的银针，1/3的牡丹，1/3的宋梅，哦，没见过这样比，没见过，真没见过，哇，冰糖甜，哦，这就标标准的冰糖甜，哦，而且汤很滑，米汤感很强，水路的细甜度也很好，它一点都没有出老，哎，啊，寿眉往往都出老的，这个好细，还有一丝是好香，哎呦，哦，打嗝，哦，这茶可以，好甜哦，花果香好明显，哎，这茶有意思，啊，这茶有意思，哦，金骏眉没有了吗？好久没有看到金骏眉嘞，好久没有看到金骏眉了，我去白条来，价格，价格，价格，大姐，价格你自己算，你哪里56，我算好的。50吧，哦，原来这么好的茶果58个出得出来，你真的是哦，那我跟你说，那我跟你说没有办法的，你要那府邸卖，你卖这价格到我这里，我跟你说到我这里，你看看别人砍价几毛钱再砍，去看那边去看砍价几毛钱，几毛钱砍的，你去参观一下哦，不用门票的，你去参观一下，看看别人砍价怎么砍的。我这是很温柔了，大姐，我跟你说，还真的是，我这里走量的，我这走量的，价格搞到位，帮你走走量。这样，下半年我去福鼎的，去你家看看，你家里啊，家里有什么好茶都可以给我的。明年还是这样做，不要敲，全部送门牡丹银针压一块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定了，定金福鼎给你都可以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价格搞到位，价格不搞到位，谁敢砍的？先福鼎，我这个茶很好。拿，你这人真的是。我这个茶很好卖嘞，很畅销的，原料好，就是啊，那老板就是看我上看我原料用的好，所以你要卖的贵，对，是吧？你要卖的贵 啊， 啊！我跟你说到我这里没有用，没有60，60万带走，哦，就3件货全卖拿走了，这3件货你能发财咋的？跟明年的生意这样比，我这条都要，是吧？说到做到，哦，你真的。这么好的原料果60花也料嘞，哎！你不要激动啊，不要激动，大姐，我跟你说，它再好，它还是寿眉，是吧？除非你把银针牡丹敲出来单独卖，啊，单独弄，是吧？到我这里我跟你说没有用，你看，啊，你不要你不要买牡丹买多少钱？你单牡丹，一个银针，一个牡丹，一个寿眉放起来卖，不要说我跟你说这里面有多少牡丹，你跟我算没有用啊，没有用，不要跟我来这套，没有用。原料好用的，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是有良心的人，是吧？哦，没良心的人才会拿来当寿眉卖，卖个几百块钱，加一块，能走走，不能走算了。哦哟嘞，加了1块钱，一块钱不是钱呢，你真大方。我大姐，我给你算好了，你不要以为一块钱不值钱。我现在卖了8万饼，那都加一块钱的话，我8万多块钱白出了，不是钱啊，8块钱我没让小汽车滴滴滴的每天跑路上，啊，不要，再加5毛，61.5，再加你5毛，5毛也不值钱，5毛也可以。那走啊，走，走不走？走，嘿，来，给你点数。我的天哪，我就豪横一把，5毛也买得来吃的，啊，来跟点座里面的还是外面的这个，这个里面的，那就少一饼，少一饼，47，2箱48，1箱47，对对吧，来，那这饼你要还给我，48乘3减1，48×3减1，这饼你会说还给我，我跟你说你跟他点座点完了以后拿过来对样，跟这饼对样，对完了以后这饼拿走，可前卫这饼就拿走，问他拿61.5，问他拿61.5，前卫拿，问他拿，来，哦，61.5拿下，银针牡丹寿眉饼，呵呵，我起的名字，来管理，一饼就加10块钱，给他怎么上来接，豪横一把，哦，就搬3分钟，3分钟之后我通通自己留，嘿。这个拿出来干嘛？拿出来给大家装的。这个装几饼啊？这里装8饼。装8饼。对，装8饼。里面能装8饼。哎，这样，买8饼送一饼，买8饼送一饼。啊，这样八饼一提，买8饼送你一饼，因为我算过了，1饼加10块钱，对，80可以送，可以送，计时3分钟啊，给到你们上链接，小手准备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展示点击下方小黄车物票券，选择一号链接去抢购，商家赠送运费险、零风险购物赠品保障，拍8饼送1饼，提交订单拍下即可。好了，完了。